主料，芹菜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大蒜切片，锅中放适量油，放入大蒜煸炒，放入芹菜煸炒，炒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大蒜先放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